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，观战方是珍宝阁，对面是顶尖三物理吧啊，因为一般跟豪门能匹配到的这些三物理，他实力都很强的。观战方这边还是国标，开了一把虎阵，对面是林波师陀加利普陀啊，现在很多团队乐意在自己的三公团队里带一个利普陀，因为利普陀的节奏比较好呀。虽然啊，他比较被三级奥，但三公队他本来也不打长时间的一个比赛，大多数的比赛啊，咱不敢绝对啊，最起码是90%的比赛都在10回合左右吧，啊就能结束，所以说他三级奥吃着也无所谓的啊，够用够用，打个20回合绝对够用了。开场第一回合，对面连环机选择来点观战方这边的大同官府，利普陀再配上一把破血狂攻，观战方是跟了一手纸人在手里，所以让对面的点杀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啊！一个连环机，两个破血，这个纸人起得很及时啊！看看对面前排还有什么高攻宝宝没有，来打不动啊，打几百血不够啊，远远不够。剑荡四方，打个死没点死，开场这个节奏没打出来，也收不上。金刚还要不要继续点？我感觉直接打面伤吧。再点你也不好点，神木里也把纸儿给立起来了，对面先来个颠倒五行，这颠倒五行也会加伤害的，加20%吧我记得。利普陀的一个经脉大招，好像是五行克制的时候加20%啊，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，克制目标时造成伤害提高20%啊，克制五行克制的时候增加20%。而且它也具备着咱们传统颠倒五行的一个功能啊，比如说什么法术躲避啊，提供一些抗风啊，这个也是有效果的。不是说利普陀单纯的加伤害，它还是有别的效果的，传统的颠倒五行效果它都有。加伤害的事儿那是额外的。狮驼起飞，前期爪印比较低的时候伤害也一般般，问题现在观战方是有点杀能力的，当你压不住观战方某个单位的时候，观战方这边点杀能力也是很强的。两颗五行珠4000，哎呦，点防御了宝宝，不然利普陀打宝宝超疼的，你豪门的宝宝你都扛不住了，你别说什么近台啊，利普陀打宝宝太疼了。神佑别人给他卡三级奥没有用啊，必须是他自己的宝宝给自己卡上三级奥才会有五星珠的啊，又卡了一个大金，招孩子，对面也是招了一个孩子出来，6900，你这打宝宝多疼啊，一般孩子就算抗性比较不错的啊，打孩子照样很疼。你看这明显打宝宝比凌波高一个档次吧，他这快多一半伤害啊，你刚才他打的孩子打3000多嘛，一半金青。无间地狱开起来，
对面得想办法造个尸体出来啊。怒嚎，那怒嚎完了，这孩子基本也就没什么用了。小爽关长皇要点凌波了，趁怒金刚加博物理暴击，关长皇大头速度比较快，可以先出手针对，再加上对面凌波城是全场的时速比关长皇神木林的速度都要慢，所以说点这个凌波城的时候就针对他，你速度慢嘛，保证你出不了手才行。不过对面凌波城163哪儿去了，直接被关长皇大堂给切了。趁怒金刚他也不爆呀，他也不爆啊，再来8900，啊，爆了一下，哎，感觉撑住金刚也没什么用啊，这不爆的。神佑，啊，来回打啊，林中鸟加嗜血追击啊，就这个样子。慈心，写走无间地狱。对面现在缺一个输出更不好往里切了，打到现在六个回合对面愣是一个尸体没造出来，那宝哥补一补宝宝还有继续点杀对战方的能力的。换虚米法防比较高，打到人身上这虚米没什么价值，换虚米还是哎，地府这是没带法防灵是吗？怎么烧了2000多呢？好疼呀！破血狂攻，8200，7700，你这力普多怎么这样的呀？我好疼呀，秒的，直接终于是造出了关长皇一个尸体啊！但这一波的话，他无间地狱嘛，不是小死亡的，但也可以相对的牵制一下关长皇点杀的一个能力吧。继续给笑礼，地府躲一躲，剑意连心，再把大唐压倒瞬间来一个，他如果能压住了关长皇大鹏就也还行了，受尸嘛，拉起凌波城，化神色人心已经叠起来了，再来一个瞬间，12000。哎，咱有一说一，这利普多打三攻，他确实9000打三攻，他确实厉害啊！这玩意儿，这一个啊，一个就够了啊，这太多了也没用啊，就一个刚刚好。这比什么利女儿呀、九黎尘呀打三攻队，感觉契合度高很多啊！这利普多，虎头位加的伤害当然也是最多的啊，这个咱不能忽略啊，他虎头位确实比那两个位置高很多，再加上呢。他也带的一个变身套，
变身套也会给他加部分伤害的，也是一个方面。关键这玩意儿手长他不休息，手长还不休息，这个太适合三公队了。一盘金青，大唐血线恢复过来，慢慢的关张鹏又可以反点对面了。神佑，这人也疼呀，再神佑，我说这玩意儿打人也挺疼的啊，咱一说宝宝杀手，这打人也不弱，七千多再清掉一个，不然这一波清掉关张鹏三个宝宝啊，一个利普多过来省了两飞了一个，再来一把金青，到时候宝格节奏他又不舒服了，你没宝宝不行啊，人物血太残的时候你肯定得补宝宝，你补了宝宝才能够给人物去卡大金嘛，你人物才保得住，但你人物一旦补宝宝，那你这人物操作它就实现不了了，而对面呢又可以尽快的把你的宝宝清掉，这样你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里边啊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里边，这个恶性循环怎么解除呢，就宝宝多神几次，这个恶性循环就解除了啊，就不存在了。小死亡关张鹏终于想起来反点这个利普陀了，再来一把金青，把小死亡解掉，横扫千军，直接切掉。不过呢，小死亡没挂中，小锁没挂中，对面可以直接用九转拉起来，直接就秒呗啊，九转拉起来直接就开把上岗输出，九转拉起来，魔镜加上，再来一个，走了一个紫星蛇陀变身，林木城和师傅的节奏都比这利普陀慢很多，宝宝就点防御啊，就硬扛你，一号位飞掉，女儿一把青石还得点，关张鹏趁着自己物理系速度在手就还得点，而对面呢也是同样选择了一手点杀的方式啊，鹈鹕保的是国保对了，魔镜加给是国领，是国这是要上连环了，哎呦关张鹏又是一把金青，没办法你这面伤打得太疼了，关张鹏这愤怒他也多，金青以后呢再立个纸人连环击了，果然对面还是连环击，他还是想造一个尸体啊，这尸体不出来的话对面没有安全感，大唐有速度点杀对面太简单了，所以还是想把大唐杀掉，但关张鹏这边防守做的人家也不错的，不给你这点杀的机会啊，宝宝点一点防御，七千多三千多，天神怒斩差一丢丢，最主要小宠被解了，小四海再来一个，那这一波点杀又是以失败告终，差一点点差一点点，无魂给地府相当于是防点杀防毒啊都可以，这波只能对面利普多一个出手，关张鹏这波没压力啊，小死亡没挂中，刚才说过啊，人家这个颠倒五行也是有抗风和法术躲避的一个效果的，
给了一把破血利普陀倒地。普陀山的宝宝被清了，那他节奏就断了。刚才说过，他想获得五行珠，他必须得自己的宝宝卡三妖才可以啊。宝宝没了，他就得补宝宝了，这节奏就断掉了。小死亡再点神木林，换个目标吧。拉起普陀山，破血也没有。刚刚倒地过，他肯定没愤怒啊，给个日光药啊！我记得他那个单秒技能叫个日光药，打过来输出应该也不会太差的。连环金一个，3000一开刀，日光药估计能打个5000往上吧。五行克制嘛，比普陀单秒也疼的啊，单秒也挺疼的啊，还是打的面伤了。这是上个回合的那颗五行珠，它不是被压倒了以后没用出来吗？还是用了面伤了，没用单秒，那你这点不死不也麻烦吗？看了一波面伤，没点死，而且关键风神木林好像163还没被打出来过呢。四羽神香在空地补，也没封住。哎，这颠倒五行好用啊！啊，这太香了。小死亡又没挂中，这大水牛啊！哎，又来了这大水牛。赶紧补个大龙龟，极限配速啊！利普陀就得出这种配速的耐扛的宝宝，最好带隐身，不容易被清。这回没有颠倒五行，但对面水清饱了一下，幽夜无名石驼岭这一波也可以飞，现在还是个风天气啊。小爽这回是挂中了，还得是凌波尘，还得是点凌波呀，带走诈尸。血量还是被压得很低，地府没了，金青对面凌波尘倒地，效力给一下女儿村。回合的一个小死亡，鲜活神木林，关张房大房还是有一些危险的。哎呦，这大房也被杀掉了。罗山还有7个药，这打的时间长了，这慢慢的药快不够用了，还有7个药啊，暂时是够用的。
但里边肯定会有一些，比如说九转呀之类的。你九转，你如果站着的话，你是没法吃的啊，到时候也麻烦。啊，关正红这一波又把利普陀给控进去了，受不了了。但是他有金晶，魔镜再加，先延长林波城，地府救回来，再卡个蓝药，对吧？他怎么着也会带个三四个九转，当你普陀山没倒地的时候，你这九转吃不进肚子里啊，那可能对面也就剩下两三个可用的三级药了。唉，打不过，打到现在对面切不进来了。越往后打三姑盾肯定越乏力的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小死亡挂中，回头再点你一个试图。啊，就剩下一个利普陀，你看这没五行珠了啊，没五行珠了，那也就说三个输出全废了。打了十九回合，利普陀也算是打尽了自己所有的能量，已经开始单秒，对面也收起了宝宝，放弃了这场比赛，打成这样不容易了。也看到了利普陀的威力啊，但时间一长，还那句话，这三个队往后打的越乏力，威慑力不足了。关正红又点倒了两个输出，你单靠这利普陀没办法。行啊，打的还不错了。那关正红换技听，无间地狱开起来，拜拜。